秋烤肉趴又要来啦，不过传统烤肉要生火备炭好像有点麻烦。台湾品牌 Loving Flame 费时三年研发，可惜是多功能披萨烤肉炉 Oven Plus， 结合烤肉炉、烤箱和披萨窑烤炉等功能，八月起在全球募资网站开放集资，上线一周就已募资近130万元，预计11月开始发货。苹果新闻网抢先拿到时机，大小跟家用烤箱差不多，上有温度表可看，最高温可达450度，需连接瓦斯桶使用，火力就像瓦斯炉一样，直接用旋钮调整，很好上手。下层是烤架，由于火源位在中央，即使肉汁滴落也不会引起大量油烟。上方则是导热陶盘，适合烤披萨和蔬菜。不过到底好不好用，我们请来拥有24万粉丝的阿化妈妈实测看看。现在要烤牛排，但是今天这一块牛排因为比较厚，所以我们每一面大概烤5分钟。我们一块生肉进去的时候，它那个火就有类似我们用烤盘煎的效果，它就直接把我们的表层就是封住了，然后又加上它的那个温度非常的高，所以呢我们的表层会有很酥脆的口感，然后时间又可以缩短，跟传统的烤炉比的话，我大概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。到250度的时候打开，然后把我们的披萨放进去，哎，现在开盖，我们把它拿下来换下层。就连烤大虾也难不倒它，3分钟就搞定了。不过专家表示还是有弱点啦，因为烘焙就包含你可能要做蛋糕这一类的东西，这一台可能就不适合，因为蛋糕它需要一个焖的蒸的功能在里面。副刊登新闻台北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